七话冰火游戏，帮助妈妈做家务，有助于提升幸福感。这次我的生日要买什么呢？玩偶、包包、智能手机。小林，你来啦！嗨，娜娜。那是什么？这是在我住的地方非常流行的游戏哦。外星人游戏？居然说我是外星人！我也要试一试。好啊，我们娜娜是乖孩子，那我就跟你玩一次吧。小林，我玩冰果游戏很厉害的。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冰果游戏哦，而是乖孩子冰果游戏。哇！娜娜，你如果能完成3个冰果的话，我就送你生日礼物，怎么样？真的？我知道了，我从这里开始。是刷碗，娜娜呀，妈妈，我来刷吧。没关系吗？我也长大了呢。难道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？哇，娜娜太棒了！好，这次选这个。打扫。哦，娜娜呢？看好了。行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去那边休息吧。休息？好，知道了。都做完了。哇哦！我也帮你擦一擦，妈妈。这个是劳动冰果游戏吧？娜娜，只要你最后再完成这个，第一个冰果就完成了。耶！照看小婴儿，简直小事一桩。妈妈，你歇着就好。哎，小家伙是怎么了？怎么做起平时不做的事情了？哈哈，这下妈妈就享福了。哦，洗衣服。简单一点的哦，我看看。哦，向家人说我爱你。哦，娜娜最简单的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的表
少卿，怎么了？不好意思说呢。你不好意思啊？那这样吧，让小林来帮你。看着。呀，说不出来的话，就把你想说的话写在这里边好了。妈妈，这个。哦，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。啊，我也爱你的呢。现在呢，就是到了你收礼物的时间了。礼物是……小林，不用给我礼物了。嗯？哦？为什么？这个冰果盘给我。亲吻爸爸。嗯啊，爸爸。哦。小林，这次给你好孩子卡片，也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能让爸爸妈妈开心的方法吧。谢谢。那我们的朋友们，下一次生日的时候，试着给爸爸妈妈表达一下你的心意吧。小林的孝顺卡片制作方法：用彩纸做成漂亮的卡片。或妈妈的名字，调查爸爸妈妈想要得到的回报。把孝顺卡片送给妈妈。妈妈陪我玩。客人，结算完毕，请再度光临。